开台喽！开台喽！所以我可以解禁声音喽！开喽！解禁了，解禁了！开喽！解禁了，解禁了，解禁了！大家安安，安安，安安，嗨！哎，不要把我挤下线就好。嗨，你在六吗？我在九。是。我在几啊？有我在六的，在重扫哦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在六的重扫哦。我也在六啊。Hello，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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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一起上天国。我在一，我在一。哟，写多梗。好啊，这样。你们还是去六吧。八六六六，你们三个六啊。八六八个六。好，等一下我开没开。赶快开呀、啊！我刚去厕所啊。四五七六等你啊！一个厕所等你是啊。四五七六加加加起来。啊啊！开了开了开了！哦，你知道现在每次开台都要听三重声音，我都快吓死。要关关关。对啊。一直关，一直关，狂关猛关。第一时间没关到就全部都是声音，就会有立体音了、哦。哦，就恐怖！所以你在六了吗？我重开一下我的直播网络、哦，现挂了。我觉得还是在六吗，小雨？我看一下，我现在有点混乱。来试。哎呀，试招了。干嘛？为什么？我在试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小雨在试就招了？因为跟我们一起到天过去吧，断线的，不要重复了，就招。那个是跟巧克力在同一个线头断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现在就是测试一下。你现在讲话就已经有点断断了。没有，那个是麦克风的电子噪。你来测试我跟巧克力在溜会不会爆炸？爆炸？友情问题啦、啊，看没有？友情问题，说不定讲完就爆炸了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爆了。什么？你在几？一号。哦，好，没事。你以为在一就爆了吧？哈哈哈，笑你，哈哈哈。然后等下就、哎、这个倒水声，倒跟我们同样。喝个水啊。这 ASMR 是不是？倒水了。那我是不是要来倒一下？你一下感冒的人啊，要喝很多水啊！啊，口水也是水。好啦，今天有娜姬，我们就玩平原最简单的。嗯、好，好，好。召唤峡谷。对，不是啦。啊，今天这个因为九个人哇，还没连上就九个人，娜姬那队就多一个人。好，刚刚有为娜姬介绍地图了，然后原本想说。就是玩一般的，可是又想说年底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是来一个间谍模式吧。还是有间谍吗？好，好。嗯，那几间谍模式呢？就是除了国王，国王一定是你方的国王，嗯、但是你的队友之中有一个其实是对方的人。他一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你是间谍的话，他一开始进入游戏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说：“哎，你是间谍，那你就要好好的隐瞒自己的身份，想办法替对方努力。” OK。博取分数、对，那每天的时候呢，国王都可以发起投票，就是投哎，我方哪些人是间谍人去投票他，如果票对的话就可以加分，票错的话就会扣分、嗯、OK， 简单来说就是间谍其实是敌方的卧底，你要想办法隐藏自己的身份、嗯、帮助敌方，或者是不管直接过去把自己的国王给干掉、嗯、送去你原本的国家也可以，这样也行、啊、可以，对啊，你成功杀了国王就1000分了，赚很多哎、欸，就算被抓到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钱超多的、欸，他记者在最后一天逃避啊，可是也要把那个跑了啊，他跑走了，怕了、啊，他怕被当国王了，他怕当国王也怕当不到间谍，对啊，他可能想要明年改改运，改运，改运。内裤还要反穿，为什么啊？没有，我可以改运啊！哦，资深的，不是要穿红色吗？没有没有，内裤反穿就好了。他昨天很临时、很临时来找我，然后就一直抱怨说巧克力西瓜呢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有准备西瓜，没有招待西瓜，真的很想吃。对啊，他太临时了，不然我真的原本会准备的。他平常说很讨厌西瓜，都骂鸡啊，对不对？偷吃，反正他不在啊。乱讲话了，我就乱讲话，乱讲话了。哦，北宫威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就是要嘴他。
那所以汪汪到底是去？汪汪怎么了？汪汪了？他是不是重开数据机啊？不然怎么那么慢？他刚刚不是还在吗？他刚刚不是说我要开台了，我老久不见了。没有，他开完说我重开一下网络哦，重开一下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对啊，然后他网络就炸。Hello， 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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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了。喂，我网络还是有点爆炸，我先开个台哈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不会不会，代表汪汪可能会卡卡的。好，汪汪就跟那几、对，就多一个人。哎、欸，是、欸欸、对耶，是这样吗？好，那我先。飞机分队，我。哎、欸，汪汪进来了，还没进来，还没进来，我怎么进来？啊，汪汪汪汪点，汪汪直接选过去那边吧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没问题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没有玩间谍哦，所以要玩间谍哦，开始玩了。会是如何也不一定。那么 happy， 好，今天来个间谍，还要跟那里介绍地图。我们刚只介绍到一半而已。好，一个内阁兵，一个新手。嗯，对比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噔噔噔，啊，我不是那个游戏啦，我就是嘿直播那个而已。那个网路，嗯，那个网路，那个网路，哎，汪汪去蓝色网路去哪一边？蓝色，我看看蓝色是不是好滑哦？嗯、蓝冰，蓝冰。那就好了，各奔东西哦，要准备好，好，准备好，啊，行，开始吧，那个人不用动，那个不会是我了吧？下去啊，下去啊，下去啊，嗯，啊，我不用下去吧？你不用下去吗？然后你不用下去吗？我要下去啊！对不起。哇塞！间谍啊！间谍团啊！哇！间谍直接在这里扑回去啊！想走啊！哎，开始开始，开始喽！干你妈的！哇，反击国王，超凶！这国王有点啊，超气耶！到了年底还是国王啊？真的？直接飙脏话出来！直接飙脏话！天哪、啊，我怎么了？还好不是过年，还好没过年。国王最气耶，真是。几只吗？我们直接往下挖，怎么在你对面啊？哇，我直接挖，我看到了，我是挖旁边，比你们言行举止哦，我会偷偷听哦。怎样？怎样？好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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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偷杰克，偷杰克是吗？这么快吗？那只要十分钟就开头喽。好，偷偷好。我怎么都没有铁啊？有没有这么非洲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来的？我刚下来的啊，我们挖下来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好穷哦！我穷，好有钱哦！太穷了吧？太穷了。嗯。是脸黑还是？我沿路挖下来没看到铁、欸，我沿路挖下来没看到铁，我好猛啊！哇，我的第一块铁，第二块铁，哎呦，今天真的卡卡，嗯，网络不顺吗？嗯，没有，网络不顺吗？点击回报，没有。哇啦！中间的他们抢了吗？汪汪有30块、40块，挖金了，哎，就要抢了。对呀、啊，汪汪要去抢了，没希望了，没救了。巧克力20块，换个角度想，别抓到、我们就多一个了。真的呀？嗯。我刚连谁是间谍都没看，已经太久没有玩间谍模式。因为前几次都没有玩啊，已经很久没玩了。嗯，
手。对。嗯，是关了吗？还没。我一块钱都没有。你也太穷，你比我还穷哎、欸！你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有有有。黄金啊！有钱。我刚都没挖到。到了，这边有。可是你啊，都没有挖了，两百多块啊。没关系啦，我们就慢活生存喽。还是慢火生存啊！来，我们王国有安驾决定，来安驾喽！来，你们安驾，安驾哦！谁是间谍？让你们安驾，让你们抓！来，来，你们安驾，我们来做。哎，十块，给你。安驾国王，国王有人在挖我们家的洞，干嘛？这样比较快哦。哦，就是你很快，哎、欸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我帮你抓到了，这样比较快哦。然后要走侧门，那才叫效率。就是想开门让敌人进来啊？没有，原来是你啊！我就觉得你怪怪的。没有，哪里怪？内裤反穿。内裤、啊？我不是昨天讲的吗？起巴拉吗？昨天就是半夜都在看别人播警，有几百个人一起看。台湾灵异事哦，很久改叫警。改名字了、哦，所以你们是集体看吗？对吧、啊？好哦，来看看到今天快八点才，快八点才是，太好看了，播那么久，然后睡到七点起床，八点睡到七点起床，好哦，你是睡迟一个小时，是不是？对，很健康，很健康，太冷了。可以可以，大睡一波。这种天气真的是一睡下去就很舒服哎、欸，就不会起来了。嗯、对，就不想起来，一起来就好冷了、喔，再盖回去继续睡。睡了睡了睡了。睡了睡了。哎呦，汪汪！汪汪来闹乱了。我在这边已经够穷了，他还要一直闹我。哇，汪汪钱好多哦，200。为什么他挖得到的，我都没挖到？哇哇！你都给他挖光光了哦。哦、oh, ，这个间谍有在做事哦。哎呦，优秀，不错，但是做了最好事的一次喽。真的。做最多事的一次哦。真的，平常都不做事。我是继哈基之后最少当间谍的人了。我也很少当啊。哈基是几乎没当过吧？哦、有吧？他就一次啊，被直接被偷出来一次啊，两次吧？对啊，是下半年度的啊。下半年度。而且他那一次当间谍就是直接开场的，哎哎，对啊，就是、然后就被投了，就被投了，就装太过了，然后又被投了，直接被抓、啊、抓，不要啊！我今天完全就是一个还没洗澡、没洗头、没洗脸的人。大家叫你开视讯啊！我有开，我有开，在照手说，跟昨天一样的。这次不是照小恐龙了、哦。没有没有，小恐龙在旁边。后面。嗯，哦，你还有没有黄金？啊？挖的你。你挖你挖你挖，我只想挖一条地道，然后挖到中间去而已。然后直接可以冲绿宝石那边。嗯。可是这条地道也很危险。怎么来了啦？哎呦。他不是来很久了、啊。我到现在才发现，好好
好的，地道完成。Nice 哦。嗯嗯，我洞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汪汪的金砖、欸，爽啊！哎呀，抢到金砖啦！嗯，干嘛啦？哦。汪汪在下面。嗯嗯，他又上来了，上上下下，下下上上。